儿子怀孕了，但是没钱住院，维莱娜顺利产下孙子，你决定铤而走险去精神卤蛋家窃取妈妹。殊不知卤蛋是个喜欢贴脸背刺的大马猴，最后的邻居，如果你感到害怕，那么请把退退退打在公屏上。嘿，大家好，我是杰杰，游戏现在正式的开始了。当前任务开锁，开锁的方式很简单，用我们手上这个钥匙来跟踪这个红色的锁头，读满六个进度条。不过在开锁的过程当中，可能会遇到一些超自然现象。没关系，我们继续开锁跟踪。这次学聪明一点，咱们每次读满一个进度条之后呢，就转身开灯，开灯，继续开锁。没关系啊，看吴姐的视频，看杰杰的视频，你们把它当成一个睡前故事来看就可以了。开灯，没东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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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开灯，还好我有闪光灯。继续开锁。没关系，这只是一个睡前故事。开灯，没东西。开灯，闪光灯。哎，继续开锁。开灯，没东西。开灯，没东西。他笑妈呀，他笑妈呀，他笑得好贱呐。开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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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闪光灯，继续开锁。马上就过关了，最后一个进度条。哦，过关。新关卡，这关有三个地方会出现卤蛋，我们需要时刻观察它。好，先开锁。开锁方式跟上次不同，这次是摸索着来。靠背啊，拿我腰的。他没有出现，继续开锁，不要慌。摸索着来。没有，继续开。好，转身，没东西。我感觉他就在附近。转身，还是没有。哇，他遛我玩呢。时刻保持警惕，回头，没东西。哎呀，从哪跌倒就要从哪爬起来，这次打起十二分精神，不要让他有机可乘。准备好，回头，没有出现，不要慌。他到底在哪儿啊？我真的是服了呀！继续开锁，他怎么老是躲柜子里面？我已经看到他了。哎，你是来拉屎的吧？我操，这个姿势，给我滚！好好好，这一波观察一下，继续开锁。进度条马上拉满了，不要慌，别紧张，卤蛋来了就亲到他的嘴巴上。我感觉他又要出现了，继续开我们的锁，马上到头了。哎，断柜子来了来了来了。哎，这大眼子好像得甲亢了，要亲我是吧？来。最后一步开锁，手别抖。 Nice， 过关。笑嘛呢，我不会呀。